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云端同步的这个部分。刚刚我们有发现说，哎，其实你在云端硬碟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直接传上去的？这样可以，可是其实有时候就会不小心忘记传上去的，所以你上面是旧版本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如果你想要简单一点，你可以下载它的那个应用程式。那下载应用程式在哪里呢？你可以进到这边哈，从这里，你直接进到，你可以直接搜寻云端硬碟也可以了哈。那我记得我这边好像也有把那个云端硬碟的这个，来，你点这里进来也 OK。我把那个连结放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你连结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，看是你要不要同步到你的行动装置上，或是你的什么，就是电脑，个人电脑上都可以。好，我先点过去给你看一下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右手边，在这里？好，所以你的手机也可以同步，因为有时候同步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我要看资料是不是比较方便，不一定一定要先连到上面去哈。好，那你下载好之后呢，这里你可以做安装的动作哈，来接受。OK， 你看我们这边下载了，我把它先放桌面上好了哈。好，那我就把它装起来，我把那个过程装起来给你看哦。你等一下不用装没关系，因为你不希望跟这边电脑同步吧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它会有一个下载一点点下载时间哦。那比较重要的就是说，问一下各位，请问平常各位，如果你可能单位里面也许有的还有什么 Windows XP 对不对？ XP 里面有没有叫我的文件？有哦。然后 Windows 7以后改成叫媒体柜，我先调查一下，我的文件跟媒体柜有在用的举手，就是你的资料有放到这边来的，有吗？很少嘛，因为那都是微软的媒体柜跟微软的文件夹，不是你的名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平常都不放那里，对不对？你可能都会找什么啊？找那个你自己低槽里面还是哪一个槽，然后再放过去，啊，你干没骗哈。因为这样很麻烦啊，你每次都要重找一次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已经在执行了，开始使用。好，你要登录有没有？好，那假设我在这边，我用学校的哈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登录进去。那么登录的时候呢，他就问你了，我要以后你放到这个资料夹的，会自动跟你的云端做同步。好，做同步，好，下一步。好，再下一步，你们不要按下一步按很快哦。我们的重点在有一个画面来，所以我都慢慢告诉你。好，来了，在这里不要再按完成了，请你按同步处理选项，在这里，因为它预设的画面在哪里？就是在我的文件夹里面啊。可是平常你都不放那里啊，所以你放那里同步有跟没有一样嘛，所以怎么办？你可以选择在右手边这里，你看我们右手边有没有一个可以变更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去指定说我要用哪一个资料夹当作是我要同步的，那么以后你只要把你的档案存到那个资料夹，自动就会同步到你的云端上面去，这样我比较方便。不过为什么我要特别让各位看这个画面？因为如果你已经按完成了，很抱歉，这个资料夹就不能再改，你必须要把这个同步程式移除掉之后重新再安装一次，才有这个地方让你选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，不要那么快 yes yes ok ok。 因为很多人都动作很快，我这句话就搞滴滴滴，但是最后一步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如果你设定好的开始同步，它就开始抓。可是我会建议各位还有一个选项，你稍微留一下，仅同步某些资料就好。为什么？你也许办公室里面可能那个资料夹很重要，所以我会同步办公室的 PC， 我可能会一起同步。可是也许你有另外一台是 notebook， 有没有？那需不需要同步那么多？不用，因为我可能是 notebook 只要同步部分的，像我比如说我上课或者公司用某几个资料，我回到家之后我就那几个资料夹同步就好了，不用全部都同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我只同步某几个资料夹，好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。有没有？我可能只同步说，上课的资料夹就好，其他的这个我就勾掉，我就只同步这个。那么这台电脑就只会
只有这个资料夹里面的东西会抓进来，这样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？好，所以这个部分你就装完是可以改，好，装完可以改，但是刚刚那个资料夹部分，这个就一定要注意，拍水喉哦，就是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变更一下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所以建议各位，如果说你有在，就是你用的比较多，那你想要尝试看看这种云端的方式，其实你会发现同步之后有一些好处，就是我们在不同电脑之间要工作相对比较容易，因为现在大家很少一台电脑就能够满足你的需求，对不对？电脑、平板、手机萤幕很多，但是常常档案放在那一台忘记了，赶快赶回办公室这样不是很麻烦吗？ OK， 所以这个是同步的那个地方，你稍微留意一下，我这边都有写啦，都有写。好。